样水，人水，体格水。不过啊，因哥哥跟因姐姐讲啊，我那时啊不得了。那先要问候大家新年快乐，还是现场都可以。各位现场的嘉宾，大家好。我是江智美，大家都叫我四姐，一二三四的四，然后姐姐的姐。很多人问说，为什么你叫四姐？因为我得问到白得血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想说，首先先来安排一首我跟我姐姐龙千羽合唱的歌曲，叫做《千九九》，希望朋友会喜欢。谢谢，掌声在哪里？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你，怕婆大发财，不怕婆家己吼，饮一杯来。来到我们这个是男视角嘛，